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敲冰块。游戏的主人公叫做波波，二 P 的小女孩叫做娜娜，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。剧情方面呢，是为了抢回蔬菜，蔬菜被秃鹫夺走了。这两位主人公呢，要挑战32个冰山，把蔬菜抢回来。每关的山顶就是奖励关，在这里呢，可以把蔬菜拿回来，也可以把那只翼龙抓住。注意跳，好的，这样就算过了一关。游戏一共是32关。结算，越到后面的关卡地形越复杂，鸟能砸下来。这个敌人是小海豹吗？好，跳上去。这关的蔬菜是胡萝卜，这个胡萝卜红的有一点过分了吧。其实这种奖励关不抓住那个只秃鹫也能过关。哎，这家伙真的聪明啊，没抓住。好，这一下抓住了。又是结算。第三关就是云梯，先在这边敲。哦，这样可以保证一次性上来。你这个鸟要过来吗？过来我就敲你。地非常滑，另外地形不一样呢，有的还会把你带偏。不行，要从这儿上。好，上来了。这里全是云梯啊，难度还是比较高的。跳这儿。本作的跳跃手感和判定还是比较特别。啊，没抓住。他有的时候转头这一下啊，太突然了。第四关，我这个鸟真危险啊，我在那凿冰块呢，他就过来。这个地形很特别，我敲的这种。差点掉下去，稳一点啊。这不会是黄瓜吧？这也太丑了，而且不直啊。哦，抓住了，哇，这次顺利。结算。哎，我直接跳过来了，这。哎呀，没上去。好，把这凿开了，上去。我需要等他，赶在他把路修完之前砸他。
没有云梯啊，这儿有。准备抓它，顺利啊。奖励8000分，吃了一个玉米。我天，这关需要几波节奏啊？先敲鸟，他修好路之前我就要跳上去。好，上来了，这能不能上去？上来了。想速通的话呢，可以不打这些奖励关。我得反着跳上去了，这里准备抓他。没吃到萝卜，地方皮很厚啊。哎，它掉下来了，这。哦，这个位置其实不大好啊。哎，右边有个铺路的，看见了吧？我能不能过去？过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。哦，一锤子顺便把鸟也解决了。如果熟悉了马里奥系列的跳跃的话，这个跳跃会让人生不如死。哎，再错开一点，好，抓他。哎，这个转头太恶心了。我天，这速度是认真的吗？这个云梯。嗯，哎，我等他把这铺上。好事啊，铺上我就再也掉不下去了，对吧？好，嗯，这有个小窟窿，哦，上来了，这关不容易，难度越来越高了。哦，这波没赶上，等下一波。好，抓住，这回他没回头啊。难度好像是越来越过分。人鸟缺德啊，这个地方有戏。这你就不能一个地方用力吗？我上来了，需要跳到云梯上。哎，我等他铺路是不是简单一点啊？我觉得。好了，自己上来了。
这是土豆吗？哦，这关还简单一点，这个奖励关。背对他，假装没看见。第九关过关，哇，这关奖励40000分。来砸呀！等一波，等一波。哇，这云梯也太快了！哦，上来。哎，他看我过来回头了。21秒，这个用时还是比较长的了，50000分。我的天，砸他。走这边可以。我的天，全是云梯啊。啊，这次混到个茄子，这水果是不是循环了已经？哎，他还回来给我机会抓，照顾我呀。这个从哪儿上？这儿好像是可以。等他扑，等他扑。可以，刚才那个小海豹立功了。哦，这要赶两个节奏。水果真的是循环的，到这儿又变成胡萝卜了。有没有辣椒出来解释一下他对胡萝卜做了什么？我只能指着跳，不敢把自己扔出去，扔出去怕他回头。哎，上来了。好，那儿敲开了，好，跳上来了，稳一稳。哦，好，上来。哎呦，这下好险，差点走下去。25秒4。13关了已经。哦，不要修。哎，好，上来。
啊，没上去。哦，这下上来。顺利。哎，他跑了，在这等他。等上，这里等他扑上也可以，不然这挺危险的。夹缝中生存啊。好，上来了啊，这关顺利。好像上来就吃了一个玉米。好，哎，在这等他，早一点跳。啊，十六关，下一关，上半期最后一关。关也是上来就跳，砸他，好危险啊！觉得没有把握呢，可以等他们铺一铺路啊。好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老铁铺的路是吧？好，上来了，来了，这边看一下，哦，踩这个。有铺路的就好了。往那边铺上了，走那边吧。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跳。抓他，好的。那好吧，咱们上半期就录制到这儿。如果播放量比较理想的话呢，我会突出下半期。如果播放量不理想，那也就这样了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坑再见。